中国两米巨人拳王杀入美国拳坛，击败了一个又一个美国顶级高手，豪取18连胜，无人能敌。不料却因为在媒体发布会面前不会讲英语讲中文，遭到现场老外无情嘲讽。因为我是炸弹，我要找目标，然后我呢又是大爆炸，大爆炸意味着什么？摧毁一切。因为